是熊猫。没了，到齐了。哎，往这上入场是啥意思啊？嗯，跟我之前看的电视里面不是这样。老师来了吗？Happy New Year！ 我们好像什么公司年会，都坐了吧，都坐了吧，来我家，不用那么客气。一会儿说，我今年的规则就是直接跳，直接唱，今天就是160。不是说好的晚宴呢？干嘛？好可怕，他们。还以为先表演的是老师，没想到先表演的居然是我。哇，这个赛制有点刺激哦。现在选手们已经目前走向选手区了。好哥哥，好。待会儿如果很刁钻的话，一定得互相解围。好羡慕你们这种多人团啊，会个人啊。看有人开了马达。我猜到了。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如果问了你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没想到。好子。你觉得他会问你什么问题？应该就是可能之前比赛淘汰啊，或者是不希望他们是签很多的，很犀利的。江哥没有在怕在之前的新说唱第二阶段吗？加油加油！这些都是不超过三个人。对啊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莱瑞。好，我是来自染艺文化的训练生邓小慈。很高兴能够飞来大厂和大家一起过冬，真会。一百位觉得在个观点就是，我觉得团体也需要脑子跟嘴跟不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好犀利，但我也没在怕的。今天问了我们一天，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老师。哎，据一些非权威的统计哈，今年有大概500名弟弟来参加比赛，那。青春有你三的弟弟们和其他有台的弟弟们，我觉得你这个回答不是很 OK， 因为你已经见到青三的弟弟了，所以我问一下高一白弟弟啊，我看着，你最希望大家关注你身上的哪一个特点？我厉害很厉害，拿了基本上可以进全国最好的舞蹈剧。所有 dancer， hello。可以记录下入住。可以了。哎，好清晰。没了，到齐了。我又想学说唱了，完了。发型都叫乱啊！我跟你说，有惊喜，绝对有惊喜。全开麦的时代。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肯定打所有原创人。好可爱，熊猫团。感觉。来，大家帮你掌声送给这哥们儿。很期待。来了来了。会有 A 吗？我感觉会有 A。没有。实力担当，养成系不是白养成的，真的，确实很厉害。